和女友吵架，他把密码给换了，结果完了，我忘记了。不是你自己改的密码，你自己还能忘记啊？你赶紧给我想想，你快点。我操！我操！你找啥呢？我呀，谁家密码锁用钥匙开呀？你赶紧想想啊，要不晚上都回不了家了。我有了，你这钥匙多久才能试出来呀？哎呀，相信姐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嗯嗯嗯嗯，你在吃什么？你零食啊。完了，这下真进不去了。我说我想拉屎，你信吗？我信，因为我也想拉。决定去跟邻居借一下厕所。跟邻居借厕所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这有啥的，都是邻居。是不是没人啊？不应该啊。哎，门没锁。哎，要不我们去草丛里边吧，反正外边这么黑也没能看得见。你开什么玩笑，我是那么没有素质的人，我能随地大小便。